Before the start of the vlog, and if you have no time to watch the whole vlog, you may scroll down to the description box below, select on the segment you would like to watch, and then click on its timing will do to watch the selected segment you want to watch. 在影片还没开始前，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完整部影片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到下面的描述箱里选择你要看的部分，然后按下它的指定时间，就可以观看你想看的部分啦。影片准备开始之前，如果你没时间睇完成条影片的话呢，咁你就可以到下边描述箱里边去揀你想睇嘅部分，然之后揿一揿去旁边指定嘅时间，咁就可以睇到你想睇嘅部分啦。吃的影片了，然后今天呢，我要带你们到一间商场，靠近我家的 ，OK， 介绍甜品店哦。喜欢吃甜品的你呢，就不能错过这条影片 ，OK， 那就随我来吧。Hello， 欢迎来到我们味香园呐、啊。OK， 你想吃点什么呢？有什么好介绍的 ？OK， 我们介绍人的有杨枝甘露，招牌的杨枝甘露。Okay. 然后烧的就是杏仁糊、芝麻糊、okay. 和糖糊、花生糊。OK，、那先来介绍这位店员先 ，OK？OK，、okay, 来介绍你自己，怎么称呼 ？Hello， 我是 Winnie， 在这里做工的员工。从这边开张，我做到现在了，对不对？应该有一年多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喽。OK， 老板，老板特意推荐哦，来访问你，我叫你来介绍。Yeah. OK， 然后现在我们先找一个位置坐下来，然后还是介绍些什么东西好吃，哪一些是顾客常点的、okay. 常点烧的就是这四个胡辣，这四个胡辣，还有个芋泥、okay. 天气很热哈、哦，就很多人吃清汤 ，OK， 还有红豆莲子也是很受欢迎 ，OK， 还有我们的汤圆，来汤圆、yeah. 还有这个汤圆也是很受欢迎。只要想吃炖奶炖蛋，那个有姜汁跟原味两个口味，那、okay. 冷要热都行。哦，有冷跟热的。对，那、okay. 个炖奶也是冷热都可以。OK。还有这个就很特别，杏仁加黑糯米下去。OK。很特别，你外面吃不到的。OK。还有我们的黑糯米，它的口感很好，很浓很香。OK。啊，红豆莲子也是。红豆莲子啊，也是很香。这个很像那个太极的那个。啊，对对啊对。很特别，那个杏仁蛋白也是很特别，就是杏仁加蛋白下去煮。那先问问 Winnie 啊，这间 outlet 在 East Point Mall 这里开了大概多久了？大概有一年半了，对， okay, 一年半。OK， 嗯。然后顾客来来去去都是哪个？有新面孔，有大多数都是住附近的啦。住附近的啦。住附近的。游客有没有呢？游客比较少。比较少啦。因为这个不是旅游区，住附近的。哦，看到你后面还有这些冷雪花冰，雪花冰，雪花冰比较出名的就是芒果、榴莲，还有朱古力，还有这个啊，还有坚果也是很受欢迎，也是受欢迎。那两个口味的就是地瓜荔枝、芒果草莓跟芒果荔枝这两个比较受欢迎。OK，、然后这边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11:30到9:00。11:30到9:00。对，九点，晚上九点。OK， 那小孩子他们来啊，老人家都可以吃到这些椰子太热，那有一些糕点，那些这个是椰子糕，什么椰子糕？哦，椰子糕还是马蹄糕？ Okay. 那个芒果卷也是很出名。OK， 它的皮很特别。OK， 它的皮很像那个椰子的肉啦，很香。Okay. 还有那些三色糕也是很出名。三色糕啊，就是芋头、萝卜跟金瓜。OK， 啊，三个不同口味啦。OK。日常粉是摘的都可以吃，是摘的都可以吃，可以。还有糯米鸡，它的鸡肉很新鲜的。OK，
客们喜欢吃的是些什么，然后我们才来点。好，你可以来。可以，好，可以了。呀，给了你看。没有，谢了哈。啊，没有。然后等一下，我再给你好的。哦，这里面都有更新的更好的。他们记得吗？啊 ，OK OK。记得哈。OK， 那你想吃什么？他们会跟你好的。好，啊，可以。问先。等一下，啊，这个点。去买饭先。啊啊。这是你买回来吃啊？啊，买回来吃。好，啊 ，OK OK。就你要，你要把你不要吃。大哥大姐，然后我介绍一下，我叫 Kyle， recording 哈，OK。然后今天呢，我来帮这位魏祥园的老板做一个宣传啦，访问一下 ，OK， 访问一下。您刚才吃了什么甜品？我吃黑芝麻。黑芝麻啦，你看已经吃完了了，boy。还有呢？还有我们叫什么？还有一碗芋泥，芋泥芋泥啦，芋泥你叫的是那个热的。烧热的，烧的啦。OK， 想问一下 ，OK， 怎么称呼您啊，大姐？哦，我姓陈。陈小姐，然后这位是姓王，王大都，王大都，王大都啊，黄色的黄 ，OK， 黄大哥，然后陈小姐对不对？陈安弟，他的老婆，老婆，哦，老公老婆 ，OK， 那问问老公老婆哈，你们经常来这里吃吗？有来有过来就来吃。说你觉得他的甜品如何？不错，不错啊。有时候去牛厕所也是去他的，他的拿到了。对，另外一间分行，牛厕所那边，总行那边哈。你有见过这间公司的老板吗？没有见过。OK， 要透露一下哈，这位老板是我的朋友来的。哦，他是一位帅哥。帅哥。帅哥，他的老婆也是美女来的。呀 ，OK。然后你觉得他的价钱如何？价钱是一般的，一般的好，在外面炒，比较贵一点 ，sorry， 比较贵，比较贵一点啦，呀，这个要分享，不用紧，顾客的那个 ，yes yes， 然后觉得它的 taste 呢，它的 taste， 它的味道啊，味道不错。你一个月里面还是一个礼拜，你会来吃几次？这边有吃两次，同一间分行。对，所以你通常来就是叫一同一样的 item 才是你本来的。有时候吃核桃。哦，核桃。核桃鱼。OK。杏仁。杏仁。OK。说吧，你觉得你吃了，你会介绍朋友来这边吃吗？回来这边吗？会跟他们讲。会跟他们讲。我这边跑到玻璃去。哦，你是住在这边附近啦。我在 Venice。OK。然后你会觉得说，吃了那么久，有没有一年？有吧，开这么久，说来我们就来吃一顿。熟客啦。有啊。说你有什么建议对老板卖的这些甜品跟糕点啊 ？OK， 你会觉得有什么建议，还是有什么东西他可以在 implement 新的产品出来？你们可以讲的。你希望能吃到些什么 ？Yes， 呀、yeah, ，大哥讲讲，大哥，大哥一直在那边偷笑。OK 了，奖品很多了，都吃不完，都吃不完了啊！有时候换来换去可以了，换来换去啦。有没有什么想吃的？认为应该做这个 item 出来给你们 try？ 应该想的，我们没有什么 idea， 我们还有的吃就可以了。有的就可以了啦。OK OK， 那好，那你吃了这个黑芝麻糊啊，叫什么？芋泥啦，鸡枪马蹄，哦，那个什么马蹄路，马蹄路，说它的那个芋泥会不会太甜？会不会太甜？有一点，喜欢甜的就试了，我就试了太甜。OK， 你觉得有点甜吗？啊，我们不敢吃太甜。哦，他们小孩子会越甜越好。哦 ，OK， 希望政府鼓励不要太甜。哦 ，OK OK， 哦，这个就是你们的建议啦。我还可以又跟政府讲，然后跟这个政府说，他现在不喜欢新加坡吃甜品 ，OK， 不要太甜，你现在不喜欢太甜啦 ，OK， 就是 health 的健康啦 ，OK。说他出的这些甜品啊，这是什么糊啊？你有穿过他的糕点吗？糕点我有穿过，比较少吃。没有吃，这个甜点什么？那三色糕是这个啦，那些没有穿过。对，吃过他的糕点，吃过他的糕点。OK， 我们家做什么是两次，以往。哦 ，OK， 说你就会支持他们的其他的分，就是这两间店啊，说话说两间。我过去有看到就进一次，就因为厕所比较时常，去他们厕所那边，看到哪里有吗？哦。看到现在这边有个旁边吗 ？OK。然后有过到后来到这边去。哦 ，OK。还有一间好像在那边，没有错，是汉城坊那边啊。
记错了，说不定。OK OK。你知道我一见你就讲。OK， 然后在这一个 segment 这个环节这个访问呢，介绍了四万了哈、哦。然后我们想对老板说一声，到时你来的话，老板会认得你的。老板说什么？呀，没有什么好跟老板讲。老板那再借再利，再借再利嘛。老板生意很好，赚很多钱，赚很多钱，生意很好，赚很多钱。OK， 说还不只有拍戏拍了拍。哦，这里啊，牛车水，哦，牛车水，你说他的道很长。哦、oh, okay. ，太久都半个钟。OK， 有热吃的时候就半个钟。OK， 那告诉老板，你们还会再回来吃吗？对，会哦，会哦。服务怎么样呢？服务那个重点。对啦。OK 啊。自己拿。啊。自己玩。自己玩啦 ，DIY 啊，自己来 try 啦。OK OK。自己拿，自己玩。OK， 那还有什么需要加入的吗？没有了。好，那今天谢哈 ，OK， 黄大哥、陈大姐、老公老婆接受访问哦。你看都吃完了，你看代表很好吃哎，不浪费。对，呀、yeah, ，所以我们等一下全部吃完。对，呀、yeah, ，不可以浪费食物，所以我们可以点餐的时候，我们先看看顾客有吃些什么。对呀、yeah, ，OK， 谢谢你们接受访问 ，OK， 拜拜。Lime ice， Lime ice 啊，这边，哦 Lime ice 啊，这个会酸哎、欸，会酸哈、啊，嗯 OK， 他喜欢酸的 ，OK 了 ，OK OK OK 啊，好，好 Lime ice， 嗯，对，还有，这个是有红豆的是吗？啊，这个是 sesame， OK， 它旁边是红豆，豆啦，给我一个这个，啊你这个 order 哈，你要等 around 十分钟，因为它的冰会很硬，哦 no problem， no problem 哈，呀，需要等十分钟啦，不要紧，可以等，呀，慢慢的拍摄，好。I think as of now 应该是你要不要这个没有红梅罗，因为我们现在有红梅罗，说你买两个就可以 discount 一块。哦、oh, ，OK OK、yeah. OK， 更紧 validity as of now， 所、okay. 以、so、as of now validity 我们这个是高级哪一个是你介绍了？高级的通常是三色高有三个口味啦，你们可以推到三个口味， okay. 有金锅的，也有 carrot， 也有啊芋头的。OK， 啊三个口味，你们可以一起。快到它的味道。哎，这个是椰子糕，椰子糕会好吃吗？椰子糕很香的，因为它是椰子的味道很重。哦，椰子的味道很重啊。很香。OK， 很香、啊。不会很甜的吗？不会很甜啊。对。OK， 那我们你给我一个这个，一个这个。OK，Cameron，、okay, 我们来 try 啊。OK。一个椰子糕，一个双色糕。对。OK。
一个三十个。对。没有。这边飞哥，你重复 order 等一下哈，给 camera 听到。OK， 来我 repeat 你的 order 哈。Recording？ Yes。OK， 来说一次 sorry。OK，sorry， 我 repeat 你的 order 哈，一个是 mango roll， 一个烟胚烧的，还有一个lime ice， 还有一个 sesame ice。还有一个 coconut pudding， 还有一个three color cake， 对，全部这边吃的啦，哈，对 ，OK， 都得是29块钱，吃不完可以打包来，打包好，你还说要那个盒子要 charge 2毛啦，对，嗯 ，PayWay 还是什么了 ？By cash， By cash 啊 ，OK， 对，现在来到72，OK， thank you。现在没有 points 给你。来，我找回你的地址哈。好，谢谢。来，你的吹哈的地址，来，你的号码14号哈。OK。OK，Thank you。OK。OK， 来拍一下这个 screen。开始。嗯。OK， 看。麻烦你来，大姐，坐我们去那边等你啊。好。OK， 我们放在这边。嗯。OK， 坐下来。我拎来先。OK， OK， 现在我在 try 的这个是almond sesame 啦。OK， 原本我是叫 sesame ice 啦 ，I think the staff 他做错吧。OK， doesn't matter， save the trouble。OK， 那个 only difference 是 sesame ice with red bean。But 这个是 almond sesame with almond flakes， OK， but then because personally 我不吃 almond flakes 啊，所以我给我的 cameraman 吃， OK， 我给你吃啊 ，Roy， OK， OK， 我输给你，啊，对，然后你看到哈，我们还有叫了烟胚，这个是什么 ？mango pudding，mango roll，mango roll，coconut pudding， 还有这个是 three colors cake，OK？ 呀，我先 try 这个口感先哈 ，before 让 cameraman try。好 ，cameraman 等一下啊 ，OK， 我先给你这些 almond flakes 先。OK。先 try 啊，欸，这个 sesame 的哈，而且说了有 sesame 的味道，看到没？嗯，我可以 try 你一点 ice 吗？可以可以，对啊，我 try 一点点啊。OK， 老板，酸呢？哦，是，等一下你 try 我的。OK OK。可以喂，等一下现在哈，我 instead of 我 try 完整个给你们看呐，因为我是要派阿伯再 try 他的 ice， OK， 所以现在呢，我先让阿伯来说说他对他的 ice 的口感。Okay， 来，我的 cameraman， OK， 啊 ，Emmanuel try， 是酸的，但是我是喜欢吃是酸的，是冷冷的。如果是软磨的，是烧，我是不喜欢的吧？这个 OK 啦，嗯，有那个烧烫的味道啦。那你 try 我的，两个都 try， 白色跟 almond 跟 sesame 你也 try。那个 sesame 的味道很强啊，跟那个 almond 的下来。Not strong， 没有味道这样的。OK，can。然后我们先来 ，instead 我们吃完整个了哈，我们顺便 try other food， 然后 relax viewers 看看 ，OK？OK。现在呢，我先 try 一点点那个 mango roll 哈 ，mango roll right？OK、okay?。mango roll 也叫什么、啊？芒果卷。哦、嗯。有拍到我的脸吗？有。不需要拍到我的脸呢。OK OK OK。现在我们要 try 这个哈 ，mango roll 啊，芒果卷啊，我 try 一点点先啊 ，OK？、嗯、等一下才给阿伯 try，OK？、Okay?它的皮很薄了 ，not bad，OK、okay?。看它的芒果，不错不错，蛮甜的，蛮好吃的。它的芒果，
然后这个是阿伯叫的 coconut pudding， 对吧？对对对，我先 try 一个 coconut pudding 先啊。每一样 try 一点点给你们看先啊，我不可能一道菜吃到完的，那个太浪费时间。这 coconut pudding 不错，蛮好吃的，嗯，一块。还有 try 这个 oni 是我的 favorite 啦，哈、哦，要不要拍一下里面 oni 有什么来？哦，有白果，这个 ginkgo nuts， OK， then 这个是 pumpkin， 对啊， I think it's pumpkin， 一下 double confirm 一下，大姐大姐，啊大姐，那个 oni 里面那个是 pumpkin 来的哦。什么东西？邦丁来的是啊，青瓜，青瓜，英文叫邦丁。邦丁，还有那个、白果。白果哦 ，OK。OK， I like the yam base， I like the sweetness 啦哈、哦，因为有一些人刚才稍早前你有看到some diners they find it too sweet 啦 ，different 不同人不同口感呐、啊，有些人喜欢甜，有些人不喜欢甜呐、啊，但是我喜欢甜呐、啊、，OK。Okay. 这等一下你也来try一点点啊，要不要？不要。我没有选。Okay, 这个等一下我来try。OK。好，现在我先try给 viewers 看先啊。OK。If I'm not wrong， 它的一个是萝卜糕，一个是芋头糕，这个应该是广丁。这个芋头 not bad， 芋头 not bad。然后这是萝卜糕。OK。然后这个是那个广丁。看一下，不，这个是邦丁来的啦，邦丁啊，芋头，芋头还有 carrot 对啊、哦、，OK， 对啊，普通的甜点糕点，对吧、啊、？OK， 现在哈、哦，我 try 了 ，OK， 让阿伯来 try 看。这个是这两个我们 share right， OK， share 啊。OK， 你不用整个吃到完啊，因为这个是我吃到一半嘛，所、以你从那边切吧。OK， OK、欸。你没有 stop record 啊？没有。OK， 来。You know what you are eating？ 啊，嗯，个。味道很强啊，椰子味。啊呀 ，OK。美味也是啊。你用你的，用你的，不用我的 spoon， 那里可以 share the fox 的，你用你的 fox。哦。呀。有那个水果味道。啊？水果，芒果的味道。芒果味道啊。OK。嗯，给了有点酸，等。快 OK 了 ，the flavor OK， 然后等一下哈、哦，要让你来评分 ，OK， 我们来评分 ，OK， 说、so, 现在先吃，然后我们待会呢才来评分 ，OK，OK， 呀 ，OK，, okay.、Yeah. okay. okay 来，叫我回去，我先给你这些好朋友，不过才容易 the face。我不是 allergy， 要说明显啊，我不是 allergy， 但是我不能吃，我不喜欢吃，不是不能，我不喜欢吃 almond flakes， 因为我吃了我会有那种，我会有一个感觉，那个不是 allergy 的感觉，是应该是心理作怪的。Just like 你懂 vampire 不可以吃 garlic 的那种感觉啦，呀呀。
then 这个是 jelly 来的 right？ 嘿瑞啊，阿伯你的 mango 给我一点哦。OK。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来品尝阿伯的这个 lime ice 啊。啊。对啊，快快快。lime ice 的话语叫什么？酸甘雪花冰 ，OK， 记得啊 ，lime ice， 酸甘雪花冰 ，OK， 我们来刷一下，你给一个 review 啊 ，OK，must be real review 啊，好 ，OK， 十分里面啊，十分，你的 ice 会给几分？六分，你给 six 啊，啊 ，OK， 十分的 ice 你大声一点，然后小声 ，OK。给几分的耶？六分，六分啊。嗯。对，我们这个 ice 我可以给六分半。OK， 你 try 我的这个，在这边。再 try 的、啊。try try。OK。这是蜜先。再加好闷。对。So like you mentioned， 哪一个比较慢？Almond 的 ，So 对着镜头讲 ，Almond 会比较淡啊，比较 bland， 比较 bland 啊，不够 strong， 对 ，And sesame 还有那个味道在啦 ，OK，So as mentioned 呢，原本我本来是叫整个 sesame ice with red bean 啦 ，But 那个 staff 做错了 ，So OK 啦 ，save the problem 啦 ，OK I'm OK 啦，虽然我不是那个 almond flakes 啦 ，But OK 啦 ，no problem，OK，Then 除非我真的要 insist 消失，我才 insist to change 啦 ，OK，Then 这个 almond sesame ice 哦。sesame itself actually 是好吃啦，够味道啦。sesame about that 你会给几分？五分，五分啊。啊 ，sesame 你会给五分啊？五分啊。OK， 那个 sesame itself 哦，本身我会给six 啦。OK， then almond 一样，也是五分啊。啊。OK， so almond itself 呢，我跟老伯一样会给 five， because not 不够 strong 它的味道。then 这个 OK， try 你的 mango， 这个 mango 先 try 整这个 mango， 你可以 try 一点点来。嗯，这整个是你的 try 先。你的一度啊，一度 OK， 好，来 ，maybe 你带一碗鱼给你吃完，到底你要到底会吃完？那你可能 share 啦，哇哦，我们 try 东西就是要 share 的吗？啊，叫不同人来 share 吗？好吧 ，camera 面前吃东西不要做喜剧小说嘞，嗯 ，camera 面前吃东西不要做喜剧小说嘞，那个声音不可以跑出来，哇哦喂，我怕被电哦。对，嗯 ，mango pudding， 特别像，我忘记跟观众讲，原本我叫的 sesame ice 是叫做芝麻雪花冰，然后他们做错给我的是 almond sesame ice， 就是杏仁芝麻雪花冰。现在我们刚刚在吃的哦是那个芒果卷 mango roll， OK， 说、so, 来给我你的 review， 这个。有那个芒果味道，那个味道很强，有那个酸酸味道啦。Same as other food 啦 ，same as other mango food 啦。Then， out of ten 给几分？六分啦，六分啦，哎 ，good， because good， 我们的 personal 的 review 就比较重要啦哈，不可以做假的，要做真的。Then， 来我阿伯来讲啊 ，mango 有它的那个甜，那个 sweetness 那边啊。Okay， then。你给六分了、啊。我给六分半了、啊。哎，比低一点点。还有 room for improvement，OK、okay?。你整块吃到完了刚才？啊，哪一块吃到完了？我等一下你再吃多一个哈。OK，next、okay, 我们来 try 那个 coconut 布丁。coconut 布丁哈是叫做椰子糕。OK， 来 try。要 double confirm 啊 ，to see the review。你对食物是 picky 还是？你对食物是 picky 还是 ？picky， 你会 picky right？ 啊啊。你对食物会挑剔吗？不会，不会啊。啊。哎 ，tell me your feel。那个果粉那味道来，有那个味道啊，很香姜啊，对。The texture is okay 啦，有那个，哎，番茄巴士有那个味道，那有那个，有 texture， 好香的，番茄巴士有嗅到那个 texture 啦。嗯。
说 feel 到那个 texture 是 feel 到 taste 到它的 coconut 的味道啦。coconut 还有那个那个 pudding 的 texture 的。可以说 10 marks 你会给几分？我们 6 or 7 来讲的。不可以 6 or 7啊，要讲一个 6 and a half 啦。6 and a half 啊。这个我跟阿伯一样，我也是给 6 and a half。OK。因为这三个你不吃的、啊，是因为我没有选，我上不想再吃了。好、，OK， 这三个呢，刚才我 try 一点点的哈、哦，它是three color 可以三色糕啦。OK， 这个是白色的哈、哦，白色的是萝卜糕，这个是 pumpkin 啊 ，OK， 就是那个金瓜，还有芋头糕 ，OK， 盐 ，All right。Then, 还有叫老米，现在我 try 老米先啦。OK， 因为刚才我已经 try 了这个三色糕啦，哦 ，three color cake 啦。说阿伯没有 try， 所以这个 review 是 on me 啦。OK， 这个 review。Then， 它的味道 for 萝卜糕，还有芋头糕都有在。那个金瓜那个黄金，not so much of taste 到它的味道啦。OK， 说这个 overall 啦，因为它是三个在一起的嘛。OK， overall 的话呢，阿伯 then。我会给7 那如果你要 separate into individual 的 rating 的话呢，这个芋头糕呢我会给 7.5 pumpkin 呢我会给5.5 萝卜糕呢我会给 6.5 OK then 我你也有菜的吗？有菜过吗？有菜过哈、我给你菜一点点来Make sure it's clean. 来，看 ，try 那个 pumpkin on me. 有，呀，有啊，有。呀，一个，呀。这个是芋芋泥啊，芋泥哈，叫做 yam paste， 芋泥 ，OK。来，你 try 了 pumpkin， 来，你先 try 那个吉果，那个白果。对啊，呀，呀，呀 ，yes。Try with 那个东西一样，那个 yam， 怎么样 ？OK 啊。OK， 来，所以你 try 这个好、哦。How much do you give？ 5啊？5啊 ？5 啊、哦？啊 ，OK。这个我会给7啊，因为我喜欢甜，它的甜度够适合我的口感。你吃慢一点也是很快的。是。我看你的爱啥？如果你们喜欢酸的哈，叫阿伯那个，阿伯那个蛮酸的，酸的会比较开胃一点。我蛮 all 啦，除了这个 three color cake， OK， you have tried all，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这个蓝牌茶，为什么呢？因为我看那个照片的时候，看起来很好看呐、啊，然后在想着哦，因为有很久没有吃酸的味道，应该是。你是看了照片才来叫啊？而不是 follow 你的 Facebook。没有。说、so, 你 try 了这五样东西，这是你的 favorite 啊？我给你猜我的 favorite 是什么？你猜我的 favorite 是什么？那个芝麻。什么芝麻？那个烟灰什么？芝麻是 sesame 的。Sorry。烟灰是芋泥。呀，这个芋泥也是我的 favorite， 还有这个 ，OK， 这个算。这个是我 favorite 啦 ，OK， 这些是那些糕点的啦。But 这个我的 second choice 哦，我的 second choice 会是 coconut pudding。OK， 我的 second choice 啊 ，OK， 那你的 second choice 是哪一个？选多一个，两个 choice。啊，个 mango 啊。哦 ，mango 哈、，OK。如果是要选三个 choice 的话，就是 choice 的话，第三个是 mango 我的 choice， 那第三个呢？我跟那个。OK， 好，跟你的 lime ice 啊，可以算干雪花冰里面哦。你 realize 它的 jelly， 你没有那个黑色 jelly 啊？没有。有吗？没有。哎，没有啊？没有没有。给你看，看这个黑色的。那比那个刚才那个厚一点的、厚一点、Can you take your handphone and snap the food that you're eating? 我没有太早。可以拍下来给你的书看吗？你可以。
我们不进去了。是吗？你可以先拍下来先吗？你自己拍下来做纪念，对不对？你吃了什么？你跟我出来吃什么？你要做一个纪念。拍。你自己啦，拍给自己看。因为我没有 save。那怎样？你先拍了，你回家看你自己做，看你到时候收给我了吧。拍了，拍了做个纪念了。人家一整一斤，人家请你吃，你要拍下来看人家请吃什么？全部，全部。拍啊，拍啊，啊。通常这个是一个 gesture， 你去观察这个叫什么，这个可以拍下来。我给你多一个黑色来，你没有黑色的来？不知道。哦，我给你多几个来，太多了，黑色的。你这么晚了？要要，很 scan， 为什么还有那个嘞？Definitely 不可能拍我们吃到完全部啦 ，OK， 说只是今天这一条介绍吃的影片，就是简简单单的介绍一下啦，就是 Tea Time Snacks， 对不对 ？Tea Time 吗？要要要，等一下不等好，Review 已经给了啦，哦，你们自己要来 try 才知道啦 ，OK， because 个人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的 ，OK， so you know how to do the wrap up？ 来来 outro 啦，啊，那个 outro 啦 ，like share comment 啊 ，OK 来。Make sure to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to his channel. Yeah, and see you guys later.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log. Like, share, comment. Okay, like what he say, 你讲了英文了哦。Okay, 华语就是帮小弟我按个赞、分享和订阅。Okay,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Okay.是可以在我频道里的 About 找得到哦。仲有联络我的方式可以在我频道里面的 About 找到哦。
ways of contacting me can be found in my channel under the column About. Of my future vlogs.介绍一些未来的影片即将在我的频道里看到的片段哦。先来介绍下未来的一些影片的片段，你会看到在我频道里面哦。Here are some of the future videos that you'll be seeing in my channel.若是有女有女有者有云朋友吗？伴我天生天样出走追寻自我吧，再问谁人虚假？日夜太快，世界太嘈，天地洗礼我不怕。对昨天的我一个拥抱，曾经还不知如何是好。若我们再见，我会微笑，谢谢你。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谢谢你，我唱过爱的好，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希望用我小小的一生，仅仅为你点亮一盏灯，让我看清你，让我看清你，怕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驱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唯愿所以再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改变真心真意不变，乐与悲经得起这考验。改变一些感觉不变，共并肩辛苦都算经验。万千笑语点，两次声飞闪，你可知我犯下的过错，是对你倾心，不后悔，不放弃。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只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不必要故意挑的心理 ，No No Oh Oh Oh。来跳舞吧，喝醉吧，别错完又企，对吗？发泄吧，要自然秘密，不必要故意假装诡秘。No No Oh Oh Oh。抽烟，一根又一根的煎熬，也无聊儿的世界，我才会有感觉哦。来吧，一起来淋雨吧，让雨水哦
冲掉你所有想法。他妈洗澡一晚，一半也满，一半也满。No no oh oh oh， thank you， 感谢呀。We can do party， 全黑我飞开。We can do party， 顺序又怪。无谓笑就收埋，人人要踩过界。我最怕别错完又企，对骂不知吧，要自然地理，不必要故意假装鬼魅。No no oh oh。